唐昊将昊天宗神技大须弥锤传授给唐三。昊天，传给小三吧。除了小三，还有谁可以继承昊天斗罗秘技呢？更何况，连祖父他老人家都将昊天令传给了小三，这就代表着他老人家认可了这件事。小三未来要面对的危机还有很多，传给他，他也能多一点自保的能力。小三，我们昊天宗自从存在以来，就传承一种特殊的修炼方法。传承这种修炼方法的昊天宗弟子，无论是哪一代，在突破九十级那一天，都会拥有昊天的封号。这也是昊天斗罗的由来，这特有的秘技，特殊的修炼方法，一代只能传于一人。因为这门修炼之法对修炼者的要求极高，不是天赋异禀的修炼者是绝对无法修炼成功的，修炼了反而会有生命之危。这门修炼的功法叫做大须弥锤。你的技能已经足够多了，无论是魂环还是魂骨技能，而你的昊天锤武魂才刚刚开始附加魂环，在去继承海神神位之前，你也会将他的魂环补齐，那样的话，你的昊天锤就会有众多魂技。虽然你是控制系魂师，但也不可能时时刻刻控制好这么多的技能，而大须弥锤正好可以助你化繁为简。难道说您那强大的力量和气势都是来自于魂环吗？没错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爸爸的力量正是来自于魂环。今天面对金鳄斗罗只是小试牛刀，爸爸的实力恢复之后，就算是千道流找过来，也未必能赢得了我。当年我才突破九十级，就凭借着大须弥锤力破武魂殿众多强者的围攻，还重创了千寻疾。你自然就可以想象得出，咱们昊天宗这门绝学有多么强大了。